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一直给长廊打电话，他都没接。我去宿舍找他，他又不在。他不是一直在宿舍开发网站吗？他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？夏菊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啊？什么怎么想？我，还有程浪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什么都没想。现在程浪单身了，你不会又……你胡说什么呢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担心他，你不是也很担心他吗？你能不能别瞎想了？可你总归还是要做出决定的。哎，程朗去坡州找人谈网站开发的事情了。那就好，那我走了。